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依依料理，欢迎大家回来依依的免费油图频道。今天呢，依依就给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一些蛋糕店啊、面包铺之类的。这一家就是新开张的一家面蛋糕店。现在呢，依依又到了一家面包店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面包啦。有蛋糕，这个就是蛋糕，然后有一些咸的，还有一些呢，就是说，老婆饼啦、布点啦，一些奶茶之类的，面包铺也会卖这些的。它这个面包铺呢，有蛋糕，有面包，很多不同的。现在依依到了一个公园里面，你看香港的花很亮吧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现在呢，依依呢就非常开心，看到这些花花草草，你们也会非常开心吧？依依呢，希望大家喜欢依依的频道。如果你们喜欢依依的视频的话呢，记得帮依依按下点赞和订阅哦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现在呢，我就到了一个商场，现在是街道，香港的一些街道啦，一些高楼大厦这样子的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知道依依呢，平时呢，除了会拍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一些，煮烹调的，煲汤的一些小分享给大家。另外呢，就是依依呢也会拍一些日常香港的一些街道啊，一些车辆啊，或者一些高楼大厦啊，商场里面一些珠宝之类的，一些香港品尝人需要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，或者一些比较平民化的一些东西也有，或者是高档一些的也有，就是说给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就到了一个素食的餐厅，他们这边有素食的食品卖，价钱方面我觉得还可以，也不会太贵。我觉得，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素食的一些食品，回家呢就可以很方便的就可以吃了，现在呢，就是一个日式的一些日常用品啊，它有一些杯啦、茶壶啦、煲水的不同样的碗碗碟碟之类的，很多不同的，还有一些用的一些东西，价钱方面呢，有些还可以。对于我来说呢，我就觉得价钱，偶尔也会买一下的，这样子。这个是泡芙呢，就有很多不同样的，很好吃的，不错。现在呢，我在吃拉面，在吃那个米线。这个米线呢，也就是50多块钱这样子的。现在我到了一个机动的肉类食品店，有不同种类国家的肉类的食品，这也是肥牛啦、美国的啦，还有一些西班牙的或者一些其他国家的，很多不同的，巴西的这样子的，还有日本的一些牛肉汉堡之类的，不同种类的都有，泰国的也有，很多国家的食品都会在这个机动这个地方都可以买到，不同国家的都有很多，韩国啊什么地方都有的。他不单还卖一些，就是说，在做甜品的一些，食用的一些配料之类的也会有的，很不错。价钱方面，就这个比一些超市里面呢要还可以，价钱稍微便宜一点。
我有时候就会在这些地方买。你看这个鲍鱼很大的一个，价钱也不会太贵，挺不错的。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，有金钱图啦，就很大的激动的，然后回家出一下水，然后做卤水呀，很多。这个是牛筋，这些是牛掌啊，还有那个牛肋条、牛肋条之类的，这些全部都激动的回去嘞，卤水是很不错的，很好吃的，出了水，这些就是卖珠宝的，有钻石了，有不同的。这个是一些电脑，比较聪明的牌大家应该看到的了。这些时装店、服装店有不同的衣服啦，有包包啦什么之类的。这个是日式的一些眼睛，这边我就是去看这个鞋子嘛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最后也没有买到，没有选中自己的那个鞋子。我比较喜欢买有气压垫的那种鞋，穿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，没有选到合适的。今天给大家看一下香港这边的一些鞋店，这些鞋的款式分享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算是名牌吧？是的。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另外呢，就是说你们要一定要记得订阅依依的视频呢，依依呢会更多的分享一些更好的视频给大家看呢。非常感谢你们，我们下期见。